的对象揣了换我，因为他不算很喜欢你。他的自拍评论聊得很火，他的微博无助情话矫揉造作，把你的对象揣了换我。虽然我的歌不会动人心魄，不会为痞子拍而忽略你，还有我的厨艺也算不错。你是故意把你的爱给了错误的人吗？还是故意给自己的青春添麻烦？怕他磨磨谈谈，最近都有上线，不行的话我截图给你看。把你的对象揣了换我，虽然我知道我不算很希望你能来到我的台。